每天这里游人如织，从进入景区大门到乘坐游览车都要排队。蜿蜒的山路直达景区腹地，每一条栈道都有不少游客。今天我们从成都出发来到这里，这是一个离天很近的地方，一个人间天堂。这里如诗如画，如梦如幻，它被赞誉为童话世界和人间仙境，是一个令人心驰神往的地方。这里是我们四川最著名的一张名片，也是世界各地游客向往的地方。我们沿着游道而上，一路雨水相伴，沿途可以观赏大小瀑布，呼吸纯净空气，凝望平静的静海。从公路下到一片深谷，眼前的这片海子可是景区的精华所在，清澈见底的湖水透出五彩斑斓。九寨归来不看水，是对九寨沟景色真实的诠释。九寨沟因水而美，因水而活，因水而神秀。水是九寨沟的主角，泉、瀑、河、滩，108个海子构成一个个五颜六色的瑶池玉盆，在阳光的照射下五光十色，蓝天白云、青山绿水的倒影与水里的老树交相辉映，这绝世美景，你是否已经动心？不如背上行囊去九寨沟，来一次不负时光的旅行，享受九寨沟带给你的视觉盛宴。抓住我们，八岁的伴。